往上顶啊，太冷，哎，来，各位，你们先往上顶，他们已经过了中线了，往上，往上，你们侵略性太强了，往上压，往上压。好，咱们决胜球，各位开始。好，哎，咱们身高优势，球是先抱球，球还是来到了对方的手里。文赫，文赫，文赫，你要干什么？只要我还站在底线前，你们就一个球。文赫，文赫，文赫，你要干什么？漂亮，了不起，一个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大哥的一世英名就毁在了海银的手里。海银永远是捡漏的那一个。漂亮，海银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海银赢得了球赛，但是输掉了未来，恭喜！进海宝之后，海银也离开了公司。咱们进入了一个最终的加时赛啊，那就是我们足球比赛中所常言道的叫突然死亡啊。任何一队进了一球将夺得本次比赛的胜利。别伤着啊，别伤着都啊。好，各位，咱们决胜局，谁先进球谁就取胜。取胜。给我站着。干嘛你要扒拉我呢？各位开始。游戏结束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啊！开始。了不起，恭喜恭喜，那最终就是我们的庄儿部落赢得了最终胜利。恭喜恭喜我们的庆庆战队的队伍。我玩到现在哈，我抿了一下，真正输赢没来得及，决定权在腾哥，他去哪个队哪个队就输。真的技术确实贡献了，但是咱说运气这一块今天确实啊，运气我也不承认。老头儿这么好胜呢。